爸，我回来了。爸，你回来啊？好久不见了啊！抱歉。本神，让我们一定是要先喷一喷水，来，转一转。OK， 很好。讲啊，最近讲。哎呀，哎，好高兴看到你回来。很久没回来了，还有什么想法吗？没有你，我觉得你驾车这样久了，你东西放下，你去休息一下就可以了。才会健健康康。不要。喝了。那爸，你最喜欢的送给你。其实不用浪费钱买这些东西的，我自己可以买的嘛。阿伯，你的钱还是自己存起来了。不紧啊，健康重要嘛。你每次跟我讲。哦。喝了才会健健康康。来，开饭了，开饭了。